对婆婆好严格，媳妇现场引发众怒。婆婆帮你们洗衣服、晒衣服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觉得她晒的方法是对折的，我又把它拿起来全部重晒，晒在另外一边。他帮你洗，帮你晒，你啰嗦个屁呀！对，我都有叫我老公去解释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要有那个折痕感。就是你念口啊！他只会骂他了，用台语骂他。怪不得你婆婆在煮泡面给你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